那他想骗我过去啊，你少来这套呢。还有一下啊，别想骗我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的游戏流程解说。黑神话悟空啊，咱们呢现在找一个螳螂啊，大圣套装的最后一件护臂，不知道在哪儿。这边有个拍掌的一个小石头人呢、啊，小伙伴说金色的树，咱们找一找啊，有金色的树就是有那螳螂的地方，是这儿吗 ？Hello 啊，还真有一个。哦，还真是这儿啊！咱们看看怎么回事啊？出来，猪八戒来找线索来了吗？这么小蚂蚱啊？不能吧？玩我呢？这么小一个，拉他手！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进去进哪儿去？进鼻尖里了？哎呀，疼疼啊！跑到肚子里去了。神指，快救我一救！这东西可不好消化。小螳螂能小一个？那我咋整啊？我咋帮你啊？我去！在猪八戒的胃里边干架啊？咦，真恶心！怎么还搁那拉呢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小螳螂，我去！碧螳螂叫，你等一会儿吧。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先把毒狼先放出来。等一下呗，毒死你。OK， 小猴放出来，芭蕉扇放出来。OK， 小虫子放出来。打着，还行啥呢？捅自己，捅个，再捅。哎，还没捅完呢，大哥！哇，这螳螂好帅呀、啊！我去，你好漂亮！你要干啥？哇，你好帅呀、啊！哎呦，他泡到胃里了！你要干啥？有说法！你要干啥呀？你干啥？我去！我打！我去！我打不过他呀！移形换影，喝口药，吃点东西。哎呦我去！哎！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你神经病啊！谁不中用啊？你冷不丁给你塞你那个恶臭的胃里边，我真无语了，我的妈！哇，他好快呀、啊！我是没整扛伤什么的啊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土地庙，行。这个货是什么伤害，小伙伴们？我没看懂，有点调戏一下。OK， 然后呢，咱们别用芭蕉扇了啊，咱们用别的，用这个针。然后这里边我换一下东西啊，我换一下那个扛伤什么的吧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呢，要一个，我看一下啊，有一个扛四灾的这一个，行。别的就没什么了。秦狼仙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给他挂毒还可以。我看看啊，挂毒的话，那个来这个吧。行，在水里边的话，这套衣服可不合适啊。等我一下啊，那我得穿哪件衣服啊？锦鳞战袍是吧？应该是这个玩意儿，这个合适点。锦鳞是哪个？这个是啊，是这个吗？在水里边是吧？刚才不是那胃里边不也全水吗？咱们回去一趟啊，咱慢慢收拾它。小屁螳螂，你还来事儿了你？你搞事情你？咱们先回到画轴那儿啊。
咱们把那个什么给弄了啊，把那个锦鳞战袍啊，看看还能不能升下级啊，什么大圣套啊，我感觉都白扯，是吧？这个咱们是因地适用，是吧？用各式各样的防具才可以。咱们先回去慢慢收拾它。我刚才看了，毒伤对它是有用的啊，走。然后那个面具呢，咱们还是戴那个什么面具啊，行者面具，因为奔跑的时候可以喝那个喝酒啊，不是啊？锦鳞套装你能不能再给我升升级啊，披挂升级。OK， 我看看这是干嘛的？这个就被给我动了。锦鳞还能升级吗？能升啊！锦鳞战袍，哎呀，神针级别的了。锦鳞升不了了是吧？缺那个云条了。这个呢？这个也缺云条。那我看看锦鳞是哪个呀？这个是吧？行行行，防力116可以，毒性抗性加4。OK， 还有什么没有啊？飞龙宝藏，若在水中打斗，大大增强。可是你这个攻击力才，太少了。这玩意儿咱也升不了级了，往上啊。行吧，那我就来这个，还是来别的？还有别的是吧？有个挂毒的，来这个也行。OK， 咱们试一试啊。你且放心去。OK， 我瞅一眼啊，飞龙宝藏，这是狼牙棒。飞龙宝藏是108攻击力，这是85。每消耗一段棍丝可以吸血，是吧？可令对手积累毒伤异常。行，个小玩意儿，我毒死你我！慢慢来啊、这小螳螂，我去的，给我整懵了都。我先上去先跟他干呗，后来再把那个秦狼先招出来得了。还是上来就给他一顿放啊！捕狼丁角啊，这地方我看一下啊，我先吃药，然后再去打他去，是不是？吃一堆药打他，先把针放出来，然后秦狼先放出来，然后把虫子招出来。哎妈，这还挺麻烦。OK， 我先吃药吧，管啥玩意儿吃点啊。抗火，抗火没用啊，大哥。抗什么火呀？抗，我看一下啊，抗火没用。毒伤状态，雷遮。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立即获得棍饰，来这个吧。OK， 然后呢，这个我再改一下啊，这个我做不了了。还有什么多一点的？毒伤状态，行，全给吃了啊。咱们都没问题吧？都没问题啊。一个一个吃，吃一个，走进去啊。行了，别磨叽了，快进去吧。啊，小螳螂啊，可以。小螳螂，来吧。行，秦狼精先放出来，放毒血啊。移形换影，招小猴，放钉子。OK， 招小虫子。扎自己，扎自己。来，抱一下。来，你别磨叽，来。好，咱们看看咱们那个什么玩意儿好使不啊？那个白衣修士给我们留那衣服好使不？这动画过不了吗？妈，什么玩意儿？亮闪闪的，咱别让他秒了就行啊。移形换影，喝口药，冲棍。哇，它亮闪闪的啊！谁到了？打他！什么玩意儿？移形换影，喝口药，冲棍，再锤。再锤一棒！谁到了？是你还是那虫子？你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来，我就躲就行啊！回血呢啊！回去！哎，回不过来啊！不行啊！哇，不行啊，这衣服啊，猪八戒，你能闭上你那猪嘴不？秦狼仙那个也不太好使啊，
怎么打他呢？他是什么伤？我不太了解呀。紧邻战袍包死啊，虽然在水里边根本回不过来。那咱们就穿一下大圣一套。OK， 包子啊，包子，这个120，这个也120啊，移动速度能快一点，生命上限没什么用，我感觉，那我穿一下看看吧，这个是行者套装，哎呀，我没寻思那个白衣居士留的那个包子啊，在水里边，咱们看一下啊，大圣这个我不要了，我还是正常穿我这个吧，行者一套，行者，这不是啊，这是行者擒狼仙其实挺管用的，这个不行啊，咱们来抗四灾的吧，抗四灾，我看看啊，抗四灾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哇，他好难打呀。然后咱们看一下咱们的酒啊，酒有问题好像。OK， 我瞅一眼啊，炮制这里边，这个什么？有一个是防雷遮的，防个六雷遮呀你，抗毒性，立即加棍式，我看一下啊，巨型疝气的，我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定身法、安身法，解除一切状态，饮酒恢复法力，法力有用吗？法力有点用。OK， 咱们别干他去看看啊，东西都正常吗？正常啊。然后啊，咱们这个针呢、不太好使啊，咱们把虫子也换了，虫子也不行，咱们是来石头人吧，能扛揍点，换石头人啊。没想到这石头人这么给力啊，石头人的属性咱们换一下啊，撤回来。这到后期啊，这个毒伤啊没什么用，我发现小伙伴们，就石头人还能扛揍一点。OK， 还有什么？别的就没什么了吧？骑狼仙给换了啊，没有用。咱们来谁呢？咱们来三扇子的啊。三扇子在哪里？搁这儿，居士是吧？他一个这个，然后呢，芭蕉扇弄上啊，然后这个都是扛伤什么的。好，那咱们再试一试啊，看看好不好使，有没有扛揍点的？毒性抗性，它不是毒啊，你毒性抗性什么玩意儿呢？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呗，行。这个可以，然后呢最后一件啊，立即获得棍式，还有什么扛揍一点的，增加少许暴击哦，一定时间内缓慢恢复，来这个吧，行，咱们再试一下啊，不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这个螳螂啊好像在后期放那个东西，前期放有点不合适，小伙伴们，我又忘了，我得吃药啊。打的，撞谁呢？这是打不动他呀，撞他，快宰了他，完了。我去，白衣风打死，又开始了，他这个变身玩意就奇怪了啊，就变得伤害特别高，咱们应该怎么弄啊？用戳棍打他吗？我就感觉应该是疾跑中棍打他。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我的妈，下来，哎呦我的妈，好难打呀他。我去，一棒！哎呀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。
躲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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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躲躲过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喝呀喝呀喝喝喝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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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棒！甩！哎呀，风没甩出来，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能不能让我歇一会儿啊？哎呦我去！石头人！哎呦我的妈！磕吧跟他，我磕头。磕的磕的磕磕磕！被谁打了？是你还是那狗啊？你我去！来，你给我死！小螳螂，有点过分了你啊！不是，到后期这个到底是毒一点都用不上啊，小伙伴们。这应该是大圣的护臂，是不是啊 ？OK， 我的妈呀！别告诉猪八戒把我拉出来了，没有没有啊，给我吐出来了，吓死我了，恶心死了。大圣套装这是齐了吗？救老小侄救命了！猪八戒，你是一点用都没有。老猪吃素，想必里面也不是阿杂。哎，你莫嫌，你莫嫌。好在我只能说臭着。你把这东西取回来，不算太亏。现在师兄的金甲都攒齐了，该去那水帘洞里坐坐来。哦，你随我来。OK， 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大圣套装这个集齐了，集齐了有什么好处吗，小伙伴们？臂甲叫啊。我竟然没用这个飞龙棍呢，给他扛毒伤有什么鸟用啊？这个乃是这个，是这个吧？这么是一身吗？哇，好帅呀！请问这个有什么用？就剩好看了。我的妈呀，这小虚子！可以可以 ，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《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》啊，黑神话悟空啊，咱们现在去从水帘洞出发啊，找一个叫石敢当的怪物，咱们往这走吧。他说水帘洞对面有个峡谷，是这边吗？这有个缝哎，这有个路，这是哪儿啊？是这儿吗？干哪儿来了？这是，是他吧？这么大，我能干过他吗？我的我法把我薅下来了，我去，我摔死了直接啊，我没死。这个玩意儿你告我怎么打的，这么大呀？你开玩笑呢？我真震荡波，这怎么打、啊？这我到他跟前，我还没到地方呢，我就死了。这么打的啊？他都没动地方。怎么打？请问呢？我打他哪儿啊？他一屁股能给我坐死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那边有个胳膊，看到了。打他屁股啊！哎呦我去！我有点懵了，现在都定身都不好使啊！我都到不了跟前儿啊！我去！
我刀跟前都没了。不是，他这个打击点怎么一直在变呢？我到地方他都挪地方了，打不着。这是个什么怪物啊？我都碰不着的，怎么打的呀？不是，你看我跑到地方，你看他又挪地方了。筋斗云用不了，然后呢，左右横扫，他跑中间去了。这不神经病吗？这怎么打，请问？哦，他砸完他停一会儿，这时候能揍他一下。哦，站挺长时间。有用吗？有用。跑吧我。离我去。哎呀，我的个妈。这怪怎么这么傻呢？感觉，哎呦我去！没打着，干得漂亮！我看一下啊。摁住。喂，我去，我这怎么打呀？我跳，这都还行。喝口药。然后再歇会儿，然后跑回来，然后到跟前儿，我这跑到地方也不赶趟儿啊，戳了一下试一下吧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得打到猴年马月，这得我当当硬啊！哎我的妈！就搁这跳就行，我感觉。来吧，快快快点快点拍吧，慢的要死，我去，又吸了，这我得打到啥时候啊？这得。震荡波，然后呢？哎呦，这玩意儿是真磨的，又开始了。哦，可以。然后呢？
他砸一下震荡波，还得来一下，然后跑过去。我都跑不起呀！哎呦我的妈！行吧，往回跑吧。啊，这回我明白了，想让他砸啊。还行，我这可以自动续那个棍式啊，我就跑就行。两个了，再跑。震荡波跳，哎我去，哎呦哎呦哎我去的，再跑，存三个豆啊，没毛病是吧？快点儿，我没有药了啊，我吃点什么乱七八糟增强的吧，啊，增加棍式的，这没什么鸟用啊。你等一下，我吃点药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有那玩意儿一下回的多的吧？是这玩意儿不？啊，管啥玩意儿，吃点啊。好，震荡波，我动。再来一下，快点儿！这回咱跑过去，他这个太长时间了。你，哎，你说我跳这儿能行不？还得来一下的，没问题。我可以戳下去了吧？别动啊，别动，我没到地方呢，等一下。别！出！快跑！跳！我去，我盲跳的，跳！又来了，能给他干死啊，有点费劲就是。石头没有了吗？还得来一下吧，离太远了，主要是我不过去啊，他手这么趴着的时候我再过去，我才不干呢，我就是等着他骗我过去。你说这我不动你也不动，咱俩这啥意思呢？我看看他能打着我吧，打不着我，这挺好啊。我怎么感觉我应该用棍花呢？砸！打不着气手，还有一下啊！等一下呀，我跑得太慢啦！准备来！哎呦我的妈！戳，戳一下试一下。哎呦我去，快跑，哎呦我去，我感觉用那个棍花挺好。这个他这个石头行不行啊？哎呦我，这块可以吗？哎，打着我了，这块石头。咱俩都挺磨叽的，我得跑起来呀！我攒那个棍，我这个行者套装是可以攒那个棍的，是吧？攒棍式的。哎呀，我知道带那个什么好了，那个，哦，这样是吧？我能换不？现在他不让换吧？应该我带这个好了。哎，可以啊，大哥你不早说，那这个我也不要了。我来个暴击，行不行？完事儿没？砸砸，快点快点！震荡波，再来一下，走！我这快了吗？准备戳的啊！戳一棍，没什么太大用感觉啊！再来一下。再来一下，坚持住，戳着戳着戳戳，哇！哎呀呀，又没赶上，快跑！
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哎别，哎呦我去，最后一下了，还有药没？我再吃点儿，管啥玩意儿，给我吃一口啊！有没有回血的？还魂，服用一段时间内遭遇丧命之难，优先触发此药。行吧，我还魂吧我。哎我你个妈！震荡波一次，我点已经攒满了啊！快点儿，你不动我也不动，你少来这套，你推我一下我就死了。别告诉我这是一阶段，还有二阶段，那我可吐了。应该不能吧？嗯，他想骗我过去啊！你少来这套呢。还有一下啊，别想骗我。好了吧，然后拍两下，我都背下来了。一拍，震荡波。哎哎，你看看着没？想骗我过去。二拍，走，准备。我戳死你！我。哎哎哎哎哎，耍赖！哎呦我去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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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就有点不要脸了吧？哇，这太恶心了！哎，我糊了，他人呢？他死了，小伙伴们。他死了吗？没啥反应啊，我啥意思这是？上去上哪儿去啊？上他胳膊那儿去啊？哎呀妈，幸亏吃了那个还魂丹呐！哇，他太恶心了啊！我出来前他马上翻脸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他死了是不是啊？可是他啥也没给呀、啊！哎呀，小狒狒，他叨叨啥呢？这个佛头，你离他远点，他咬你爪子，他俩唠你是吧？你瞅你长那样，你没有鼻子，你的鼻子特别长，他抠，抠他眼珠子，挺狠的你呀、啊。眼珠子给人抠下来了。Hello， 你要干嘛？他是个狒狒啊，小伙伴子，他不是猴，他正在考虑啥呢？我想，你把他眼珠给我呀？你这会儿给我干啥呀？笑了，你让我再安回去啊？他是啥？咱们从第一关就看着过他啊，他看着咱们就跑，然后老是像引导我们去。没有活了，你有完没完呢？哦，死了，变成一座山好像是。给我打的云里雾里的，时运要紧事物，眼珠子抠起来。他就是个山是不是、啊、刚才是搁这儿抠的吗？他这个还有必要再搁这儿寻找啥吗？啥也没有了吧？我干啥呢？这应该没什么了吧？找炼丹的那个狗去炼丹去说。那我们走啊，这儿还有什么东西拿的吗？小伙伴们，哎呦我的妈，好像是没有什么宝箱之类的，好像是吧？哎呦，给我打懵了，我去。